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3分钟，请吴委员致扬。今年的台风啊特别多，也蛮大的，所以导致台东啊、高雄这些重大的农业大县都受到重创。但是这些风雨大概已经过掉了大概半个月了，我们的菜价依然是居高不下。根据农委会的统计，今年光是尼伯特、莫兰蒂、梅基和艾利四个台风，全台的农损就已经超过42亿。最近本席听到很多的乡亲在抱怨，说市场根本买不到菜，选择很少，而且这个质量非常差，那价格呢是下贵的吓死人啊！比如说一小把的空心菜就要45元，茄子一斤180元，小黄瓜一斤120元，这个还是主要要吃的。如果我们要买一些配料、香菜之类的，九层塔也喊到一斤240元。这种菜价根本就是在失速的在飙涨，虽然农委会已经释出冷冻仓储蔬果来应应，但是成效非常不理想。到目前为止，不论是本土的或进口的蔬果，价格仍然呈现不断飙涨的趋势，实在叫我们买菜的民众啊叫苦连天。台湾在夏秋两季会有很多台风，而且多少会影响菜价，这个大家都是常识，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了。农委会对于如何掌握市场的货源，释出适当的数量来稳定价格，就这件事情应该是驾轻就熟，怎么会这样子放任我们的菜价失速的飙涨这么久的时间，毫无积极的作为？所以本席在此要积极呼吁农委会，应该从救急跟治本两方面来着手。救急的部分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来查缉，趁势垄断哄抬物价的情况，一旦查获异常就要开罚，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菜虫借机大发灾难财。此外，要协调收购盘商囤积的蔬果，迅速投入市场，以调节供需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救急的部分。治本的部分就是农委会平常就一定要建立到机制，准确来掌握农产品市场供需的一个总量，这样才能够在灾害过后做出精准的一个调度，好来平抑物价。最后呢，更要积极的协助辅导农民，就这些可以做灾防的设施，如果钢骨的温室、排水的设施，这些的使用率跟建设率要把它加强，来强化农作物的保护机制，这样才能在灾害来临时降低农损，民众也不会灾害一过就为了要吃什么在伤脑筋。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大家早，今天本席想要讲的题目是苦海孤雏，政府应积极检讨收养制度。大家知道台湾不少家庭其实是想收养无依的孤儿，但是收养之路却是非常的曲折，现行收养制度的流程非常的繁琐，让这些民众饱受困扰。其实国人的爱心不落人后，制度才是问题。国内收养制度若能够更有弹性，多点人性，少些冷漠，主管机关卫福部、社家署应透过滚动式的检讨，来全面的了解收养制度的相关规定造成的问题，修改它的一些施行的细则，才能够让国人的爱心不会被这个大火所浇熄。而日前本席接获民众的陈情，南部有一位叶妈妈，她
从一个小朋友只有58天的时候，他就收养他，就一直收养到他4岁，一直想要收养，但是而且想要领养，但是呢被县政府打回票，甚至要把他出养到国外去。那现在呢，其实台南地方法院已经判这个燕妈妈胜诉，但是屏东县政府竟然还要再提起上诉。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行政部门当初订定的严谨的这个出养的制度，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儿童，杜绝贩婴贩卖婴儿的行为，但是常常是矫枉过正之后呢，反而让想要收养的家庭为之却步，而且甚至被刁难，还要去上课，还要缴费。例如禁止寄养的父母在漫长的官司中去做探视孩童，让我们的叶妈妈其实现在是以泪洗面，也见不到她当初收养的这个小朋友。本席认为，儿少法第16条第一项明文规定，出养是以国内优先收养为原则，为何与小宝已有深厚感情的叶妈妈没有办法来收养她自己的已经照顾了3年多的这个小朋友。那本席建议政府应该思考让法令适度的松绑，调整繁琐的流程，透过滚动式积极全面检讨收养制度的相关规定，避免再有更多的家庭面对这种真心换绝情的一个境况，让苦海孤雏能够有所依归。那另外呢，法律不在乎人情，收出养机构及社工在处理亲情有关的问题的时候，手法应该要更细腻友善，要有同理心。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玉人。之前台大教授毕安生坠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其实35年以来，他这一位伴侣却没有办法取得法律上正式的一个地位。同志事件其实在台湾的法律长久以来不受到保护，同志在各个方面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譬如说他们没办法合法的收养小孩，也没办法在这个重要临终救济的时候替他的伴侣来去做这个决定，也没办法来去申请育儿津贴。那同志家庭也没办法抵抚养税请领津贴。我们现在看到的同志这一个问题呢，其实是冰山一角，各个县市依照办法所规定的关系人证明，目前有11个县市，包括高雄、台北、台中、台南、新北、嘉义、桃园、彰化、新竹县实施，但是这一张关系人证明呢，是一个不具法律效益的证明，而且这个关系人证明呢，对同志保障几乎是没有，这形同一张的废纸。所以在这边强烈的呼吁，要正视这个问题。另外呢，在大法官质询的时候，许多的大法官表示说，对同志议题，表示赞同，对同志婚姻，希望利用立特别法的方式来去解决。本席强烈的表达不赞成，原因是在世界各国的立法里面，已经形成逐渐渐进式的立法，通过婚姻平权为目标，目前已经有21个国家来去进行这个同志平权的这个婚姻的正式的立法，而且不是立特别法。台湾是代表一个进步价值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我们要去彰显的不是对某一个族群的特别的照顾，而是把所有人认识的相同的平等的权利纳到我们的基本的法律上去做。所以呢，在这个会期，本席会提修改民法亲属篇、继承篇，还有所有相关可以保护到同志族群的这个议题的相关的条文，并且在这里寻求跨党派联署的支持。本席认为，同志议题是一个全台湾代表进步社会的议题，台湾应该要成为全亚洲第一个可以同志平权，而且可以透过基本
法来去保障同志议题的一个国家。我相信现在是这一个时刻，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我们等待何时呢？如果现在新的国会、新的气象、新的政府不支持这个法案，我们等待何时呢？在这个会期，我会开始做这件事。那也希望各个党派可以摒除党派之间的一个不同的意见的分歧，加入这个联署，让同志的议题成为台湾的骄傲。谢谢。谢谢徐委员。下一位，我们请罗委员明才。主席、苏院长，在座各位委员同仁以及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最近柴契尔夫人蔡奇亚虎林啊，很不开心，到了菜市场去买菜，菜给贵三三。从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九层塔炒蛋，或者是海瓜子炒九层塔，我的天哪、啊、，Oh my god！九层塔一斤要500块，我们平常吃的高丽菜一斤要200块。菜贵商民，特别是很多的中低阶层的家庭，很多上学的同学们在便当里面很久已经没有看到绿色了，因为菜价贵三三，居高不下。面对这样的问题，至目前为止还是无解。很多人已经 N 个月没有吃到水果，没有吃到葡萄，香蕉一根大概30-40块。天哪！我们这些小朋友怎么办？肠胃的问题，食欲的问题，这些真的是政府要好好重视。气候暖化已经成了一个必要之恶，每年都会发生狂风骤雨，常常发生台风接二连三，可能会看到寒害、下雪等等的这个情况，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政府应该要怎么样沉痛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菜价已经居高不下，人民已经叫苦连天的时候，才出面说哦，大声嚷嚷要抓菜虫，哦，是菜虫的错。结果抓了半天，抓了几次虫也没看到，政府是不是应该来双管齐下，公布抓菜虫的电话，全民动起来，让全民有便宜合理的菜可以吃，让所有的小朋友有水果可以吃，新鲜的水果。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应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口蔬菜水果的一个机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医了半天所有的民众吃不到水果，买不到蔬菜，贵三餐。所以在这里要呼吁政府赶快动起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柴契尔夫人蔡奇亚胡林不开心，真的太贵了，太贵了，谢谢。谢谢罗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曾委员明忠。主席，各位委员。蔡政府从今年5月上任以后，随即提出新南向政策，引发各界讨论到底要西向或者南向政策问题。其实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新亚洲政策。我们从看外在的环境，整个国际形势发展是亚洲崛起。回顾国际当前的经济、政治情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第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的崩解，第二个是西方世界的没落，另外是从经济的趋势来看，是亚洲的崛起。金融海啸后，亚洲地区的经济成长平均超过6%，但是亚洲的国家甚至都超过6%，有一些7%。那欧洲的一些国家平均只有3%。
那以全球 GDP 的比重来看，1970年代，西方国家占 GDP 的比例高达51%，到2011年已经降为40%，预估到2023年，西方国家的 GDP 占比会降到30%。相对的，依照亚洲开发银行的预估，到2050年，亚洲地区国家的 GDP 将超过51%，也就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回到亚洲，整个经济发展的现象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国家跟亚洲这些国家的贸易情况，出口占台湾 GDP 的比重将超过76%。台湾大陆产业皆以外销为导向，对外贸易无疑是台湾最重要的经济命脉。我们跟亚洲的贸易现在已经超过72%。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中国大陆、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缅甸的大经济体国家，未来在亚洲地区将扮演更重要角色。面对这个趋势，不管是亚洲未来在政治经济上地位的快速崛起，未来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镇，为了因应这个趋势，南向及西向政策都不符合台湾的需要，我们必须全面检讨之后提出新的亚洲政策及具体发展策略，利用亚洲崛起的机会，结合遍布亚洲各地的台商，壮大我国经济政治的实力。在经济上面，因为深受外交的限制，所以加入 RCEP 跟 RCEP 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我国需要新的亚洲政策，引领台湾在政治经济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谢谢曾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场。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早。政治考量莫凌驾人权，陆生纳保应尽快修法。台湾开放全民健保20多年来，建立一套品质名列前茅的医疗体系，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评价。许多外籍生、侨生在台湾念书，体验过我们的健保，非常羡慕台湾的健保体制。但还有一群大学生，就是陆生，他们在台湾念书，他们有缴学费，但依照台湾的法令规定，他们不能参加全民健保。在台湾看医生必须要全额付费，差别待遇非常明显。大家都知道，陆生议题很容易变成蓝绿攻防的焦点。我国自认为是亚洲最民主、最重视人权的国家。但非常讽刺的是，一谈到陆生纳保，就会变成很敏感的政治议题。政治考量常常凌驾于人权保障。在2014年，蔡英文总统当时担任民进党主席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他不反对陆生纳保。而在2015年年底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蔡主席也好几次公开表示民进党支持陆生纳保，如今蔡主席已经变成蔡总统了。但陆生纳保有没有机会参加？有没有机会去修法呢？在这几个礼拜总执行的时候，林院长明确的回应本席，对于外来生待遇一致的立场没有改变。黄昭言大法官被提名人在昨天对所有的，他也表示对所有的外来学生应该原则上一致同等看待。本席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尽快提出两岸关系条例或健保法的修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两岸关系现在是停摆的，如果在照顾陆生这一块，我们做友善的所谓的
两岸之间的友善，我觉得说这才是我们开通两岸关系的一个方法了哈。请民进党政府要尽快提出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法或健保法的修法，才能尽快的友善我们在台湾的陆生。那不但落实了所谓的人权公约，也促进了所谓的平等，两岸关系上面也有很大很大的意义。谢谢。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委员大家早安。我刚才非常的同情，也非常的支持李立常委员刚才提的，陆生纳保应该要修我们的两岸关系条例哈。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能够包容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国家哈。那现在是大家是比较不文明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对于陆生呢没有办法给他纳保，而且对陆生的限制特别多。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政府呢应该要开放他的胸襟，好好的善待，用包容的心来善待我们大陆学生在台湾这边留学的能够给他们一个这个健保的这样的一个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学生一样的一个待遇。那本席今天在国事论坛呢是特别要谈到这个能源政策。这个能源政策呢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特别是在张景生政务委员才刚呼吁大家要节约用电的时候隔一天我们大林电厂呢第五号机就推出了就跳机了哈。那事实上呢有很多配套措施呢我们政府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套措施。举例而言我们的核四不能启用，核一厂的一号机、核二厂的二号机停机不发电。这个都是配合民进党的2025非核加严的主张。然后台中火力发电厂呢在蔡总统一句改善中部空气污染之后呢就只能配合降载限制运转。更不提现在彰化三座台化的气电共生的发电设施也因为民进党彰化县长的坚持不延长使用许可证，让原本可以自行供电的企业呢势必得向台电买电。但已经被限电警戒搞得焦头烂额的台电还没有多余的电力呢可卖给企业恐怕也不乐观。那我们蔡总统念之在之的是绿电，那是否能成为稳定的供电来源已经是一个争议了。看看台风一来就摧毁了许多太阳能发电设施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更夸张的是呢蔡政府只见口号不见作为的绿能政策。所以这整个我们蔡政府的能源政策现状是既不要核能发电，火力发电呢又会污染空气增加碳排放，在增加绿能发电上呢又不见政府迅速有为的政策，诸此种种呢才是造成今日我们台湾限电危机的最大主因。所以我们的能源政策是无能的政策，将来我们台湾极有可能会限电也会缺电。谢谢孔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李委员燕秀。谢谢院长，我想针对于刚孔委员对于台湾未来的整个能源政策，其实刚做了很多的说明，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不纯熟缺乏长远思考的能源政策，其实我觉得在电业法自由化这个会期要通过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办理更多的公听会，让国人了解未来整体的电业法发展的方向，再生的绿能到底要产生多少才有机会取代我们现在的核能的政策，我觉得这是要交代清楚的方向。今天我主要的国事论坛的重点还是在长照裁员的部分在3年后我们整体台湾就要面临高龄社会，长照是国家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在政府裁员的吃紧下长照是目前裁员是未来长照最大的困境，同时站在国人健康的立场，应有效的抑制吸烟人口，
但是我们目前新政府却以烟税当成长照裁员的重点最重要的基础，其实是本末倒置的。国外是以调整烟税皆以抑制吸烟率、改善国民健康为基础，但是我们目前是喊价式的调整，真正的这个改善吸烟的人口的目的其实是被错误的误导。自从行政院日前通过长照服务法部分修正条文当中，未来打算将遗产税、赠与税包括烟税作为长照特种基金的裁员，香烟一包要调涨新台币20元，引起很多人的反弹，包括连大法官前几天詹申贵大法官提名人在立法院接受立委 询答的时候表示，未来长照的裁员其实应该要专款专用，但是整个政策是值得被考虑的，也无法经起宪政的宪法的检验。同时应征税额当中的条列法条当中，此修法模式到底是代表卫环委员会的审议长照服务法的结论，或者是未来其实是会影响财政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两个委员会不同调的审查，到时赋税的结果不同调的时候，下一步到底应该如何走哦？行政院我应该再次的强调，行政院的整体的版本粗糙，其实未来的法律的解释其实会造成很多争议。譬如说烟税的部分到底应该是以整个调整20块以后的裁员来去做总额计算的基础，还是之后调整前整体来去做一个基础，其实在法令上都没有做更多的说明哦。我觉得对于未来整个长照的基础来源，未来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争议哦。我觉得未来这个整体长照的裁员哦，到目前包括长照服务法都还没有做更清楚的说明之前，我觉得应该新政府应该办更多的公听会来去做更多的讨论。以上，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好，主席，各位 委员大家早安。本席今天要讲的是蔡英文酬庸大法官，台湾民主法治的末日。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施政时生争议，在治国用人方面引发民众的反感，以致民调的这个支持度频频下降，并创下宪政史上撤回司法院长、副院长提名的首例。但是第二次拿出来的名单，包括许宗力回任大法官的宪政争议更大，包括许志雄、黄昭元等大法官学识专业、品格操守都频受质疑，其立场偏颇，过去是两国论的作者群之一，如今却接受提名想要来担任中华民国的大法官，不仅是贻笑大方，更是侮辱大法官之名。从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7位大法官人选当中，几乎都是亲绿倾向，且与民进党渊源极深，也让本席不禁怀疑蔡英文总统是把大法官当作酬庸的工具了。我国司法独立以及大法官超然不容瑕疵的地位就要蒙上阴影，真是为民进党主政下的中华民国感到悲哀。从本席所质询的大法官被提名人许志雄的学经历来详细检视，他是否具备担任大法官的资格，连与许被提名人熟悉的民间监督大法官联盟都将他评为学识专业最差、品格操守最差，而许被提名人自诩的学识涵养丰富的条款，许被提名人应当感到羞愧与自我退出大法官的提名行列。更严重的问题是，许宗力、许志雄、黄昭远的发言与过去著作直接支持两国论，其他被提名人则分别为对唱国歌或中华民国的地位有所疑虑。这些大法官如何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者？蔡英文总统的国庆文告中虽曾提及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可是蔡英文总统不离口号治国的虚空手段，看到他实际上的作为是大量提名两国论大法官，未来更要补足11名的监委名单，其掏空中华民国的企图不言可喻。下周二10月25号，
立法院将行使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的同意权，可想而知，不管七名被提名人如何学养不足，发言惊骇不当，立场偏颇不佳，民进党要夹着人数多数强行过关，可见预计这一份以显而易见如此不适当的大法官被提名名单，肯定都会一一过关。蔡英文总统已经为台湾司法留下不可抹灭的伤害，大法官超然的立场多年。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致恩。谢谢主席，各位立法院的同仁，大家早安。昨天电验法修正草案在行政院的院会当中已经通过了，那这个版本跟过去这个行政院所提的版本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行政院这个星期会用马拉松的方法通过了这个电验法的修正草案呢？那是因为在10月17号，蔡总统在第三次的行政协调会议当中就已经指示了整个的大方向，并且希望在第一会期当中就能够拍板定案。这可以说是在继一例一修之后，总统又再一次的制定方向，又再一次希望能够在限定的时间来通过。所以呢，这种打鸭子硬上架的方法可以说是完全违法整个行政的一个程序。我们记得行政院他特别在9月5号曾经发函告诉大家，这个以后有关于各机关的法律及法规命令草案至少应该公告周知60日左右。为什么要公告60周日左右呢？其实他最希望的是能够强化跟国际规范来做一个接轨，落实开放透明的政府，以利国外洽商国际投资跟经贸的协定。那行政院虽然在7月底的时候曾经提过了这个电验法，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漏洞百出，而且遭到非常多团体的一个批判，所以短短的10天不到就已经下架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新的这个修正法案呢，可以说是在10月13号林权院长跟立法院的便当会议当中才决定的。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它应该要符合一定要公告60天之后才能够再来做一个讨论。那显然这个部分里面行政院就已经先违法了。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行政院呢，他可能会说7月份呢已经公告了，所以是不违法。但是不要忘记的，这里面所提到的两阶段的修法，不管在是绿能先行，或者是种种的部分，还有再加上我们的政委张景森大力的推翻之后，可以说像是一个全新的法令。那难道这一次呢，他要强行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院版里面通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是害怕工会又像过去一样不断的一个抗争。我们认为蔡总统本身就是认为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而这个所谓60天的公告为什么不能够等呢？这是我们要提出质疑的。还有呢，这个所谓的电业法，所谓的绿电先行，当然呢，不管是林权院长或者是我们的经济部长都是提到了希望透过这样的方法呢，可以让一些像 Google 的一样的大厂能够先来使用购买的这个电绿电，当然可以带动我们整个绿电的发展。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绿电的成本非常的高。我们虽然支持未来的环保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我们有必要让这个政策让全民能够更加的了解，不能在以电业法自由化之行之后又不断的告诉大家它不会涨价，它不会影响民生的用电。我想政府对于这么一个影响民生的法案当中应该更审慎来做一个思考，来做一个判断。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珀。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领导国家施政不能独自一人决策，协调良好，执行才有力道。蔡英文总统在上周召开府院党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本席在上周国事论坛也发表“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来肯定这个协调会议的用心。从林前内阁最近民调回升的现象，本席期待林前内阁能够再加一把劲，
回应人民的殷切需求。新建林前内阁今天将亲自主持新南向政策扩大政务汇报，整合各部会的资源，扭紧各部会的新南向政策螺丝，成为一部较有效力的机器，这是非常可喜的作为。宜兰县民主前辈蒋渭水先生曾说：“同胞需团结，团结尽有力，协调就能够免于各部会各行其事的缺失。协调即是团结力的开始，协调才有利于执行。”新南向政策是蔡总统提出通向繁荣的愿景。蔡总统对林前院长为了推动台湾经济所提出的活络经济方案，这个政策若能够落实，台湾经济将增加一条新路，台湾人民必定会给予较热情的支持。新南向要创造双赢互利，本席认为首要原则是开放、开放再开放，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有先当别人的贵人，然后别人自然而然会来当我们的贵客，这种利人又利己的思维，来营造友善双赢互利的一个新发展模式。本席为林前内阁加油，也会作为未来新南向的后盾，广交新南向国家的国会议员友好关系，作为林前内阁的后盾，也恳请本院同仁能够积极协助林前内阁拓展新南向的政策。我想国会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本院同仁积极成立各国友好协会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台湾要走向世界，让世界也走向台湾，这个广大的愿景，我们期待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之下，让台湾能够越来越好。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请江委员启程。好，不在场，我们就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蔡政府自从组了第九人小组，就是所谓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总共已经开了三次会，但是这三次会都引起不断非常严重的一个反弹，而且涉及到违法违宪的问题。第一次是一例一休，我想一例一休不但引起劳团的反弹，也引起许多学界联署要求退回卫福委员会再重新审查。一分营跟半分钟有什么不同？但是民进党至今相应不理。第二次他所主张的是中央的三级机关首长一定比例可以采政务任用的结论，这涉及到国家长远的影响，未来三级机关首长任用的方式恐怕很难会重创整个文官体系，所影响的层面非常的远大。其实严格的讲起来，这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先定目标再找理由，政治脉络非常的清晰。简单的说，新政府之所以要增加三级机关首长的政务任用，并不是文官体系中找不到人才，而是新政府不信任文官体系目前的人才，因为不信任，所以必须引进更多的人到政府体系当中去分位置、抢权力。第三件是电业法的修正，其实人民非常的担心电业法当中的修正，财团化或者电价上涨或者被斩的容量等等，直接影响我们未来台湾的经济，但是也是同样用同样的手法去做这样子违法违宪的工作。如今更扯的是，他们所提名的酬庸大法官几乎可以说是史上最烂的大法官，
不仅止 不认同国家国号，甚至主张台独建国者，绝对不适用担任中华民国宪法的守护者。所以本席要呼吁，虽然蔡政府完全执政，而且在多数的暴力下，恐怕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挡得住已经完全执政的蔡政府。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要请问，完全执政变成了完全分赃，同时在整个的完全卡位，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严重的违法违宪，请问我们台湾人民，我们要容许这样子的情况继续发生吗？我们呼吁大家一起站出来，让违法违宪的制度能够再重新回归，否则的话，台湾过去民主的努力是……谢谢黄委员。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